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无因之生苦，这有四大类，合起来八大类呀、啊，这叫八苦啊！啊，苦的定义呢，就是末后这一句：烦恼比身心苦。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，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。啊，你既然在六道里面，你通通都要受。啊，真的是人人平等。啊，不要说上至帝王了，就上至天王。啊，这个天呢，欲界天。啊，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。啊，它有坏苦，有行苦。欲界里头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通通具足。真叫苦不堪言呐、啊！生苦，这一关我们过了啊！苦到什么程度啊？现在也忘掉了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，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，啊，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，啊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。你到这个世间来，你跟你的父母有缘啊，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。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说的，啊，什么缘呢？缘很复杂。佛为我们讲经，确实它有善巧方便。